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程一啊。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雄安新区的荣东安置区。每一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觉。这个大巴峪村这个门口啊，这个牌子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拆。没有它的话，说实话我真认不出这个原来的位置了。每一次来都不一样，都有变化。看看北面这边原来是一些厂房，现在全都拆光了。这边呢，这边原来是没有这个栅栏的，现在呢都已经修上了。这个栅栏的长度得有个五六百米。这里边，从这儿拍拍看看。哎呀，我天哪！不知道他这儿在修一条修个什么东西啊？可能是一条路。荣东安置区这儿前一阵在招标来着，需要建回迁房。上次我来的时候，去年头过年的时候，那个坑基坑已经挖好了，啊，面积非常大。还有这儿需要大家注意一下，你看它写着呢，这叫石家庄园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这片应该是绿博园。河北省十几个地级市都要建这个绿博园，每个地区，包括定州和新集应该是都要建一个园，包括雄安园，这儿应该就是石家庄绿博园的位置了，石家庄园的位置啊，就在大巴峪庄这个位置，终于确定了一个地方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！靶场路，这原来叫靶场路啊，太大了这个范围，太乱，不能在这儿了。赶紧走吧。